挖掘新闻内幕，挖苦新闻人物。我是郑鸿仪，我是虞美人，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哇哇哇。为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媒体工作者江中博先生，第二位呢是薛凯丽小姐，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律师林姿瑜林律师，以及另外一位媒体工作者吕文婉小姐。那么啊，欢迎你们来到了现场。那么我想这个薛凯丽小姐哈，叫凯丽啦哈，叫凯丽。凯丽最近很辛苦，对不对哈？那么已经辛苦很久了。是，那我想其实聚有时散有时，来有时去有时，我想最近我们大家都很多这个体会。 OK 哈，那么好聚是一个缘分啊，好散真的要智慧。那么我觉得其实夫妻走不下去就图个好散吧。 OK 哈，那么也希望让小孩能够这个不要再受到那么多的伤害。那因为凯丽的女儿才5岁，我想有关于这些抱前夫的这些事情呢，也都是导致你们离婚的原因。那么我今天比较特别，第一段我要先特别提，我很关心的是这个女儿的探视的问题。现在的症结是她不让你探视，是这样吗？其实首先我要先说一下哦，我没有一个人哦喜欢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拿出来公开讲，除非是真的很危急。那像美人姐刚刚您所提到，就是探视这件事上面，我觉得我当时候，应该说当我女儿3岁半之后，我探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开始发生了，因为她关心的离家出走，把小孩给强行带走，所以一直长期来拿小孩子来威胁我。所以我真的小孩子最近出了一些状况跟问题，我才觉得说我真的要出面站出来采取法律的行动。好，那今天有律师在现场，我们就先讲啊，他是不管这个夫妻的婚姻是怎么结束的或者是怎么样，不管这个离婚协议书怎么签，我知道的就是说以前那种事情啊，累的小话那种事情不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发生，就是不一方不准另外一方探视，没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对，没错，完全没有的。所以各位，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妇女，所有的不管妇也有女生拿小孩要求男生的嘛，对不对？一样嘛，你是 birth father birth mother， 你就是有那个 rights， 对不对？对，所以不可不让对方探视根本就是违法，是不是这样讲？对，尤其是如果以后在所谓监护权的争取上面，如果说你一方的配偶他不让另外一方来做探视的话，其实是对他在争取监护权上面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个在争取监护权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友善父母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另外一方的配偶相对比较友善，就是说像我们在处理这案件的时候，比如说碰到当事人，他会跟我讲说，那我现在比如说现在小孩子在跟他，那他通常会说，那我现在要不要让另外一方来探视？我说绝对要。好，因为这个探视其实不是父母的一个他们的，对，这个是小孩子对父母的一个侵权的问题。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让小孩子让对方能够做一个探视的动作。那如果对方不愿意，或对方用很多方式阻挠，对，因为他就编一些理由，然后就刁难我。可是甚至有时候他就直接拿出来叫警察，然后就说，我说那是女儿，等一下是要去上什么才艺课吗还是什么，他就说，他就待了3秒钟就讲说，你就是你他就说什么，他说我是监护人，你占就是侵占了我的监护人权利。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还是要透过，因为我们也碰过就是说当场在那边当街对小孩子做拉扯的那个动作，其实蛮难看的。其实真的，其实对小孩子真的不好。所以是不是在当时裁判监护权的时候就应该把探视的方案一并拟出来嘛，通常会这样嘛，对不对？对。现在就是说 ，OK， 有可能是共同监护，可是小孩分开住，但是有双方可以探视的这个，这可以列入文件的啊，对不对？可是通常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已经监护权谈好了，探视谈好了，其实通常比较不会有问题。对，通常这个探视的通常会有问题，就是说双方在打离婚官司，就双方已经感情不睦，可他们已经离婚了。对啊，对，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小孩子的监护权双方还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坐下来谈。
谈出一个方案之前，我觉得那个是有一段困难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可是问题凯莉的这个 case 是他已经离婚了，而且这个监护权已经是同意给男方，那他有探视权，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对，如果已经这个事情已经确定的话，那恐怕要跟法院来申请一个变更监护权，是不是改定监护权的问题？我先请教一下，他刚才是说已经探视了，那如果一方不给另外一方探视嘛？对，就他会用很，他知道他应该要给对方探视，对，可是他们通常会用很多方法阻挠，让你不能来探视。那不能来探视怎么样？不然你去告我啊，又走法律程序问题。法律程序问题，你知道一个弱小的女子，她就很辛苦了，对不对？她有那么多资源吗？有那么多时间吗？是啊，这样她就走那个漏洞了。好，这个我等一下再来。我先请教一下凯莉，就说你现在监护权是给男方嘛，对不对？离婚的时候，我现在看你的离婚协议书，我也参考一下了。因为我刚刚讲什么？参考一下，我要看一下。你这个算公器私用？我看一下。没有，我觉得很多妇女其实都不知道。没有，我就参考跟看是不同的。其实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严先生他长期以来惯性的。我直接修证据哈。等一下，这边已经讲了，隔周分别跟甲方跟乙方同住，就是说这有写清楚啊，隔周嘛，6月8号开始，这边你是乙方。然后在今天，然后过年期间怎么探视？然后寒暑假怎么探视？特殊节日，特殊节日。然后这些，然后今年这个好，这边讲说每年母亲节、农历七夕、西洋情人节、端午节、中秋节、乙方生日及跨年夜，这个要跟妈妈共度，这都有，这都写清楚了。而且还有后面呢，所以我可以用这张去主张权利吗？用这份协议书？当然可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其实离婚协议上都有写说你探对小孩子探视的权，这个探视的权利。那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没有办法探视？比方说，在上面也特别还讲到说，如果找不到小孩子，必须要在6个小时之内要回复，同时我要跟女儿讲话，因为我才确定他是不是很 safe，是不是很安全。上面都写了。那本来在七夕，上面刚刚讲七夕情人节就是这个月份嘛。然后那我本来之前就跟严先生讲说，那你因为现在刚好就我女儿刚好是上幼稚园，那都在暑期辅导，那不然就前一天晚上我就先去学校去接她下课。就没想到我去幼稚园的时候就扑空，园长就跟我讲说他今天没有来学校，然后我就说，那我没有来学校，为什么严先生没有通知我，还让我扑空？他就说这我不知道，好，那后来我就打电话，然后他也不接电话，然后我再打电话到，因为现在他爸爸妈妈从台南搬到台北来，我打到电话去家里面，然后呢，我的公公我的前公公也跟我讲说，我不知道哈，这是你们的事情，可是明明美人姐照顾者就把包含甲方的父母亲还有一个表婶也会纳入在内，那我在想，严先生，你到底有没有跟你的父母亲讲，他们也是照顾者之一，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然后就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狗仔一直在跟我，那时候我就被拍了，所以其实那天我蛮狼狈的，就戴一个大眼镜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接不到他，后来很晚才跟我讲说，你跟我律师谈哈，他找了一个律师。然后那我就说，可是明天说好说要跟我一起过七夕的。然后他就说，你明天先去桃园找我的律师，找完之后再说。对，所以你就要舟车往返。李律师，我先请教你，是他有探视权的，好，可是男方没有把小孩子带去上课，他也没有通知他。照理说，他应该有责任通知他，有义务通知他。我是妈妈。对对对，不对？然后第一个，第二个是他要问他，他也不接电话。是啊。那怎么办？没有，因为这其实如果对已经很明显了，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常跟我的当事人讲，就是说合约定了，但是他只能规定说你应该怎么做，对，但是不能保证他一定这么做。没错。好，那这个情况之下，我只能说，真的必须透过法院去解决，那还是一样又要告嘛？对，又好。对，但是我想你在这过程中可能要去收集这样的一个证据，就是让法官知道说，原来你要见小孩有这么困难，对，你要见一个小孩竟然会有面临这么大的困难，而且他都没有按照你们的离婚协议来走。我再回应一下刚刚那个林律师说的哈，除非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哈，你要去提供证据，可是郑大哥、美人姐，还有现场来宾，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很谢谢哦，律师有这样。可是你，我先放一段影片。那我希望这当中，希望能够个人肖像权的问题，所以还是就都不要那个。这是我那天送我女儿回去的时候。
说我要去收集让我的女儿哭这么多次的话，我真的于心不忍啊，一次我都受不了了，更何况很多，我说我曾经打给家暴中心，我说法律是死的，人脑是活的，为什么我们要照法律要收集这么多证据？难道一个证据这么震撼的东西，对不起，还不够吗？所以那天是女儿不愿意跟爸爸回去吗？没有，是我送她回去，因为送她回我就、哦、你要离开了。因为女儿去看完那个心理咨商师的时候，也是家暴中心安排。他发现我女儿就是他也跟我们讲说，其实女儿一直表达想要跟妈妈住，因为她长期看不到妈妈，然后会不知道下一秒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会很处于一个焦虑当中。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个人的粗浅想法，我觉得如果让一个小孩子要有安全感的话，没有焦虑的话，嗯，美玲姐。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结果反而是美人姐，每次找他们都有泪水。